dead, dude! I... Yeah! 在这种极低的环境条件下，主要是进行了体能，在星寒地下的体能，还有这个射击科目，以及这个抗寒训练。通过这三个科目训练呢，主要提高战士的强劲体魄，锻炼他们的耐力、意志力，那更好的完成碎身任务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。抗寒训练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科目，难度很大。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害怕，但到了目的地后很有成就感。武警特战的训练就是要比别人难，才能练出我们的血性武器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